来，你要讲空吧娃，来用很快速的时时间讲一下自己的 meta。好，那一样先秀个人全图哦。哦，那这些 meta 的就大概我的经我的资讯跟就是透过我的那个资讯是来自巴哈，那、啊、以及哔哩哔哩的相关的影片哦，那还有以及我自己我们自己第七群的讨论。那经验的话就是来自于自打三军跟打 N G 的场次啊。哦，那目前三军就打一百一十七场。 哦，分数只在一九二一哦，没有到很强。那在这角色的话，这是一般的工程的话，也打了六百二十场了哦，所以呃，就是是有在认真打的啦。<laughs> OK，好来，那讲一下本期的 meta，就我就直接讲，先从五星兵开始讲。我觉得最强的哦，是如果呃以及这個、就就强度跟你如果你要练的话，会建议是。 这样的顺序去点哦，第一名是我们的铁憨憨，第二名是我们的大斧兵。哎，讲错，第一名是我们铁憨憨，第二名是我的陌刀队，第三名是大斧兵，是、嗯、这样子。好，然后这是步兵的部分，然后如果是远程兵的话，如果你真的想要练，然后也想要看面塔，我觉得第一名是那个五千银，然后朗基，然后再就是喷火兵，然、哦、后然后再小炮。然后如果你愿意去研究哦，然后愿意去做呃。 这种特殊兵种的练习跟尝试的话，狗公也是很很推荐的，也是很推荐。只是狗公难度真的很高哦。好，那远程，然后骑兵的话的话，与骑兵第一名就是匈牙利，第二名的话依然是我们的布兰伊。哦，这两支兵其实就是有点在余量，有点余量情节啦。两个兵都很不错，原本可能是布兰伊最强，但因为匈牙利把它改得太好了，阵型也比布兰伊优秀。哦，再就是它不只有冲锋的效果，然后还有。 呃，跟随冲锋的这个技能哦，所以就不小心把不然给比下去了啦，把不然，我觉得两支兵其实定位都差不多。好，那第三名的话就是我们的关林铁骑，第四名的话是马踏哦。那个，但是关林铁骑就是呃可练可不练，因为它难度很高哦。分目前目前环境来讲，要把它玩得好，难度很高。好，所以如果以骑兵来讲，我觉得是这两支，或是说就这么一支有点好就好了哦。但是以 步兵来讲，这三支一定得练哦，一定得练。五星兵，好、哦，那再用很快速讲每个军魂哦。来，那个我们的憨憨呐、啊，憨憨，我是走个魂点，这是第一种啊。第二种就是可以上满，那上满之后就看自己想要弹一点就走下，那或者说上满之后你想要有这个这个盾级也可以。哎，我忘记中间可以点哪里的了啦，我忘记是可以点到这边，反正就是上满，然后再看你这边这两条选一条走，那或者是像我这样走个魂点。 那总有魂点，我的军魂的话是带这样，工程伤害以及活动才给的这个，所以会比较特别，是这个东西你未必有，这两个东西可以换。OK，那这个可以换成什么？这个就可以把它换成切，就是很单纯的切割伤害哦，或是切割破甲，这样把这样换下来。那我也可以换成疾走，然后或是换成剪筒玉，我、哦、就这样带。好，然后再來就是墨刀队哦，第二名墨刀队。那墨刀队的话。 核心军魂一定要有的话是这个骑兵伤害两百点，那也会很推荐有这个工程的伤害一百点。好，然后这个东西可以换掉，你可以把它换成呃切割伤害或者穿刺伤害。因、欸、为穿刺伤害，抱歉哈、哦，可以换成穿刺伤害。OK，那这个走走的路线是比较可以讨论的哦。我自己走的是上线，上线在两季前是蛮强的哦，但是在上上一季跟这一季，我目前有找几个人测试，以及有自己的体感。目前单挑而言、哦，然后或是在 呃，战场角落而言，我觉得下线的成效哦，跟它带来体感，就是给你带来的那个价值会高很多，你会觉得下线玩起来会舒服很多。那单挑而言，下线是稳打的，赢上线，稳打的赢上线哦。所以我自己也在犹豫，是不是要改回下线的啦啊、哦？所以会蛮推荐新手，如果或是现在玩家可以试,试看一看，你是走上线的，你可以尝试看看下线，应该会觉得应该会让你磨刀的体验更好一点。呵呵 好，那再是大斧兵，大斧兵的军魂啊，气核心军魂是这个，那难度不低，难度不高了，就破任务就有了。那其他东西，我、哦、就看自己。那这个东西可以拔的，受到远程伤害五十点，就可以拔，因为大斧兵不本身就不太需要去在，就是你靠远程，你不会想让大斧兵走在远程的前面的哈，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没有到很必要，所以可以把这個拔掉，然后换成切割伤害。好，OK，然后再来。 他的训他的训练的话，一定是走上线，因为大斧兵的一、e、技能太强哦，大斧兵一、e、技能太强哦，所以一定是走上线。好，这是大斧兵的地方。那远程兵朗基其实都没变哦，如果看一季的影片，其实都没变。然、哦、后就这就,就这些就是火冲火冲兵的所有军魂。那我是走下线，那、啊、没没有呃，朗记下线是不用讨论，没人走下线。好，然后再是五千银五千的核心军魂是这两个，<coughs> 这个这个跟这个。 好，这两个好很重要哦。好，那这两个东西的话，呃，都很好取得哦，而且是京都，你圣王战备库的任务也可以拿到、哦，也很很容易抽到了哦。所以五千亿的军魂其实要让它毕业很快。好，那再的话会很建议的话是走下线，因为要让二技能的冷却冷却时间减少六秒。其实目前五千亿就是抢在二技能丢完手榴手榴弹之后的后续输出哦，所以呃，可以的话尽量走下来。 一开始很多人会想要走上，我刚玩现在也是走上，啊过去的影片应该很多人推荐走上，但目前以 Menta 来讲，跟玩法来讲是走下比较好。OK，那喷火兵快速带过哦，就这样，好、哦，那核心军魂的话就是任务会给你的这个东西，哦是核心军魂，好、哦、还有这个这两个是核心军魂，好，然后点法的话可以，我是建议走上，但也可以走魂点，哦也可以走魂点，那魂点的话可以在网络上找影片。 看要点到哪边哦，那但我觉得最稳最稳最简单就是走上线，OK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五哎五千也讲过了嘛，呃炮兵哦，但是我炮兵军火没有很好，但核心军火一样是这一颗，哎精度嘞走往这一颗哦，一样破射衣挑战就可以拿到，以及我们的工程伤害这两颗，那以其他东西就可以换哦，看你这个东西可以换成疾走，然后这个东西可以更换成更高的盾击伤害哦，然后或是把。 其中一个换成兵团伤害九十五点，哦，都是可以的。OK，那然后炮兵的话会蛮建议走上线的、啊，因为就可以减少射击的装填时间。当然也是看个人，上下线都都可以玩，都是可以玩的。好，然后最后是狗攻，狗攻的话就这些，也全部就是最简单的那个远程该要有的军魂。那最重要的是这两个了哦，猎犬受到伤害扣十趴，以及这个猎手意志流血伤一百点。 因为这个东西哦，让狗攻的秒降能力跟秒末刀、秒角落的兵的能力很强很强，非常强好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军魂的话，看可以插这个啊，哦，那或是看自己，或是开插剪桶域哦，看个人。好，狗攻，那点法的话会建渐走下线，哦，命里会触发猎手意志，哦，这个很强哦，哈、哦，反而下线我觉得没有那么的强，减少。 那个猎犬受到不平伤害五十炮，我觉得没有到很强，因为我觉得狗攻其他要我就是瞬间爆发伤害，它的攻击就是最大的防御啦，我是这样觉得。但是我狗，但是这我个人建议啊，因为我狗攻并没有玩的很多场。OK，好，抱歉啊，然后再是骑兵，骑兵一样，枪兵的所有军魂，然后兵团训练的话，我原本走上，也有一些人会推荐走向走上走到这边。 就是让这个他们的远不会不会因为远程兵被停嘛？但我目前体感而言，玩起来没有很好用，没有很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下线有两个能力很好，一个是它可以全类型防御二十趴，以及最重要的一、e、技能的伤害多了五十趴哦，这两个太强了啦，就让匈牙利整个的 value 啊、哦、给提升的很多。好，然后再是波兰一一样哈、哦，是所有枪骑兵的军火。啊，反正枪骑兵的军火都是一样，核军军火就一个东西哦，就冲锋减伤。 这个冲锋时减少伤害四十帕，就这个，哦，很难抽哦，比剪筒玉还难抽，非常的难抽。OK，就玩有这个很就是就你的枪你的枪骑兵就嗯咻咻嘣嘣掉了哈，然后不玩义的话是一样走下线，冲锋的话被骏马打断<咳咳>，然后作为一个波那个观点观点的话建议走破军线哦，那吸我线你要玩也是可以，只是比较。 人家不会让你给你熄火啦，哦，人家不会放你在那边这样，砰砰砰，不可能的哈、哦，所以一定都是走破，会建议走破军圈去进场搅落。或是用他的反马能力去反马。哦，哎、欸，对，提醒一下，关林关林铁骑他其实在反反枪骑的能力是很强的。好，来，在他的军魂是这些，最核心的是这个崩山的冷却时间。哦，关林的三技能现在我觉得 AI 没有到很强，而且他会他的进场很难很容易就是超车。 进场之后，角色不知道跑哪去了，然后他还要靠回来去打兵。反正崩山是进场之后就直接挥下去哦，而且他的冷却时间，因为你扣了三秒，所以挥完差不多又可以再挥第二次，所以非常的强。好，那其他的话就是看自己能力喽哈。那这个东西急走看个人啦、啊，我自己会装，因为关键如果今天你没有你你无法一技能之后再二，那我就是我的我的接法是这样，我会先一技能之后再二，然后之后赶快拉走。 叉拉走，然后拉走之后，又再用这个挤走技能四，再变再加二，我是这样子玩，还蛮强的，会呃玩，大家可以试看一看。好，以上。